佘诗曼呢日以环保大使嘅身份出席活动，宣扬环保意识。作为环保大使，阿佘平日当然都有以身作则，好注重环保啦。我哋真系要救下佢咯，咁即系每人出一分力咧，其实系好重要啊。譬如即係自己帶環保購物袋啦，同埋即係好多人都可以做嘅就係停車就熄匙啦。即係雖然而家好熱好熱啦，咁喺屋企就盡量都即係可能著輕便啲啦，唔好即係開曬全屋行曬冷氣啦咁樣咯。咁個個都做少少咧，咁我哋嘅地球就有救咯。早前內地兒童節，阿佘就在社交平台上載自己的童年照和畫作。原來阿佘小個已經對畫畫很有興趣，就連做功課啊都發揮美術小宇宙啊！喜歡的，我小個已經是不知為什麼，即先生明明叫我填英文字而已，我就將它黑白的張紙就自己油曬顏色咯，即自己自作主張的，其實我即係唔理啊，即老師冇叫你做，冇噶，係啊，咁我覺得我黑白咁咁唔靚嘅，悶嘅，係咯，咁跟住我就油曬佢，咁啊，竟然就吸咗一個 excellent 俾我咯，好開心啊！香港才女林燕妮因为癌病离世，消息震惊娱乐圈。阿佘都表示相当惋惜，仲忆述当年接受对方访问嘅往事啊。啱啱入行大概两三年咁样啦，咁我就攞咗第一个奖项，咁佢就好想访问我，咁我就话燕妮姐姐，我真系啲时间你知道通告好密啊，真系，咁我未必有时间 squeeze 到出嚟，咁啊唔紧要唔紧要，我一个钟都得噶啦咁样，咁点不知我真系好罕有好罕有，咁我唔知醒。咁啊，遲到啦！咁啊，佢等咗我成個幾鐘頭，咁我就飛出去啦。咁一去到係成台都係嘢食，因為佢知道我一做完訪問，我就要去又要繼續拍戲啦。咁我就一邊我自己化妝，一邊化妝，佢就一邊訪問我咁樣咯。咁係好細心咯，跟住仲送埋我翻公司咁樣咯。咁我覺得佢係好提攜後輩啦。好細心啦，同埋即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咯。